大家好，我是南港好莱坞陈东阳医师，今天为各位介绍音波拉提跟肉毒杆菌。肌肤的老化松弛是所有爱美女性的烦恼，特别是脸部的肌肤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胶原蛋白的流失，脸上的皱纹就慢慢的浮现。此时，泪沟、法令纹、木偶纹慢慢的出现，即使用平常瓶瓶罐罐的保养液、精华液，效果有限。目前借着微整形的治疗，可以让肌肤紧致，皮肤年轻有弹性。目前微整形中最热门的，首推音波拉提。音波拉提的原理是高频率的音波产生约65度的热能，此热能可以刺激深层筋膜收缩及真皮层胶原蛋白的新生，有效提美，提升下颚线、颈部肌肤的紧致。音波拉提最为自然，没有伤口，没有修复期，每做一次大概可以维持1.5到2年的时间，是很多轻熟女、熟女紧致肌肤最佳的选择。肉毒杆菌是由肉毒杆菌所分泌合成的神经蛋白，它作用在肌肉上，可以抑制肌肉的收缩，产生短暂的麻痹。美国好莱坞很多明星运用肉毒杆菌素用来治疗抬头纹、皱眉纹、鱼尾纹。相同的肉毒杆菌素可以治疗在方正脸，它可以抑制咬肌的强烈收缩，以达到瘦小脸的效果。音波拉皮及肉毒杆菌素是微整形中最有效的治疗方式，它可以紧致拉提，抚平细纹，改善动态纹，让你看起来更年轻、更漂亮、更有自信。